狗流口水是怎么回事？白翔，职业兽医师。狗流口水可能是害怕、吸风、散热、口腔疾病、中毒、狂犬病等原因导致。一些狗狗害怕时会出现流口水、躲在角落、发抖等行为。主人可以轻轻地抚摸并安慰狗狗。当狗狗排除了这种紧张情绪后，就不会流口水了。狗狗在兴奋或者奔跑玩耍过后，也会出现流口水的情况，这是狗狗正常的生理反应。一些口腔疾病，如牙龈炎、口腔溃疡等，会引起狗狗流粘稠的口水，并伴有臭味。这种情况，主人要带狗狗去进行洗牙、拔牙等治疗。如果狗狗出现流口水，并伴随有抽搐、瞳孔散大等情况，很有可能是急性中毒了，一定要及时带狗狗去医院进行治疗。最后，如果狗狗流口水还伴随着恐慌、恐水、无差别的攻击人、抽搐等行为时，很可能狗狗已经感染了狂犬病，此时一定要跟狗狗保持好安全距离，避免被狗狗误伤。